八月尾先生咗个女嘅林希蕾今日出席活动。林希蕾话佢已经回复苗条嘅身段，仲话已经着得翻以前嘅牛仔裤。你个女 Kaylin 先得九个礼拜大，林希蕾你会唔会一分钟都离唔开佢啊？做完呢个 event 即刻翻去，谂唔到自己会系咁。咁而家系由老公喺屋企凑女啊？是啊，跟住我回去他就去上海做嘢。他一个人凑？是啊，一个我。为什么不找人来帮手凑啊？不放心啊，自己凑觉得辛苦，但是都好啲咯。林希蕾话佢爸爸喺佢生咗个女之后五日就叫佢再生多个。林希蕾，咁你自己想唔想追翻个仔呢？等一阵先啦，女咯，都系要老公中意女，但系顺其自然啦，都中意我，都 OK。你老公有冇合个女醋啊？其实佢讲过都有啲合醋，佢weekend 都系上海，唔系 weekday 都系上海做嘅，所以都系我同女。其实你都唔理我啦，你嘅心只系有你嘅女，但系冇办法啊，而家一定系噶。但系老公都系 number one。Kaylin 出世有冇收到礼物啊？系啊，好多礼物，我会没收。咁你老公送咗啲咩俾个女呢？钻石未？系啊，有基金咯，以后会有基金。佢送俾我先差唔多。你系咪暂时都唔拍戏啦？拍爱情戏或者 kiss 戏会唔会考虑下呢？会拍，但系下年。写得啦。爱情戏，而家唔敢接爱情戏。其实我唔介意睇老公点谂咯。